Welcome to Interesting， 我是你们的叨叨。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发现了镜子里面的自己往往是颜值巅峰，恨不得一键拍照将这么美丽的时候记录下来。但是魔镜并不是人人都有，而掏出手机自拍的样子却又远不及镜子里面的自己，哪怕是拍照三分钟修图半小时都不尽如人意。要是真能有一个一键拍照的镜子该有多好。为了那些爱美又爱自拍的小姑娘们，英国初创品牌推出了一款名叫 Perseus 的智能镜子。与其说是一面镜子，倒不如说是一个巨型的智能手机，因为其内部搭载了 2GHz 主频的处理器，又同时支持 WiFi 蓝牙连接，自带摄像头和音箱，甚至还能在洗漱或者化妆的时候看看新闻，刷刷美妆教学视频，如果是男生还能边剃胡子边看一场精彩的球赛。除此之外，用户还能自主安装各种需要的 APP， 以后要是发现女朋友一直盯着镜子，别担心，这不是魔怔了，而是在玩镜子呢。当然在不启动的时候， Perseus 会自动转化透明度，变得像普通镜子一样，完全不用担心会自行启动拍照功能泄露隐私。更神奇的是， Perseus 还能进行显示区域设置，家庭成员可以选择各自照镜子的区域。虽然小编觉得这一特点并没有什么用，据了解这款镜子在众筹网上的价格为1387元人民币，虽然说价格有点小贵，但是还能自带美颜功能的镜子还是挺吸引人的。不过广大男性同志们可能就要崩溃了，不光要防照片，镜子里面的样子也得表示怀疑了。看来以后相亲除了卸妆水，还得再自带一面小镜子。欢迎走进 Tristing， 好吃好玩有趣都不用说，我们这通通都有，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哦。